观众朋友，如果你刚才在做的时候是这样，一般就是肾虚，会略微朝下。哦，我头往下。你所以你偏下。对，这不太好。对对，男人不能往下，往上一点。对对对。OK， 这个动作就可以检查我们大脑的微循环好不好？嗯。所以将来会不会老人痴呆症、忘东忘西啊？会不会手里拿着慢呢？对不对？对对对，越来越慢。比如说手里拿着钥匙，拼命的找钥匙啊，谁拿了我的钥匙啊？周一、周二晚间九点，看一下嘛，姐妹站出来。